嗨，大家好。今天呢，梦丽持续跟大家分享我们晨燕机能型食品里面的一款产品，就是欧蜜子。那欧蜜子的话呢，里面含有完整植物性的一个食物，并且呢含高量的抗氧化剂，然后也有高 ALA 的这些营养。所以说呢，今天梦丽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欧蜜子呢，其实呢，现在很多人都有三高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说都有心血管的这些问题，是不是很困扰？所以说梦丽分享机能性的这些食品，主要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透过平常的一个保养啊，让我们的血管不要卡油，这样子的话，当然三高的问题就会慢慢改善了。那这一款欧蜜子呢，也是我们晨燕非常棒的一款机能性的产品，里面含有就是鼠尾草籽，还有奇异果奇异果的话它的抗氧化剂非常的高那植物性也非常的高植物性的一个营养也非常的高，所以说呢，我们透过平常的一个保养对我们身体整个心血管的这个部分呢，就会有所帮助。那一瓶里面呢，也是有100粒那凤丽建议呢，就是说，我们早晚3到5粒来做一个营养的补充。那透过保养我们平常养成习惯，这样子的话呢，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些非常困扰的这些病症来产生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去诊所拿的这些就是慢迁的药呢，其实都是要吃很久很久如果说状况没有改善的话，就是一直吃一直吃。其实药物是有副作用的啦听我的分享，其实很多就是视频的这些朋友都知道说，药物吃多的真的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呢，这一款欧蜜子的话，主要设计的功能就是说，希望透过平常的保养，能够照顾到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啊，还有动脉硬化的这些问题所以说，梦丽每天在分享，也是希望说，我们每研发出一款新的产品，其实对各位都是有所帮助的我们陈燕就是花很多的心血在这个上面，希望说，透过我们平常的一个保养啊，还有营养的摄取啊，能够改善我们每个人身体的一个病症。然后也让自己能够健健康康，远离这些疾病那以上是梦丽的分享，希望你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谢谢大家，晨燕欧蜜子哦，谢谢。